主料，青椒100克，香干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糖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香干切成条洗净备用，辣椒去籽切成条洗净备用。油锅放油烧至七成热，将辣椒放进去翻炒2分钟，放适量的盐文火翻炒，将香干放入锅里翻炒2分钟，放些糖和生抽调味，出锅装盘了。烹饪技巧，炒青椒的时间不宜太长，烂了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